好，大家好，好，咦，第30堂咁劲啊！好啦，睇啦，嗱，双水咧，室温之下咧系一个模式液体嚟嘅。嗱，咁我哋知道水嘅化学式 H2O1， 咁双氧水系乜嘢啊？醒喎 ，H2O2 咯，两个氧水咪叫双氧水咯，得嘛？咁佢电子图点嘅咧？嗱，咁呢啲好啦，温翻啦，应该都唔系好难啫，吓、啊，考试出呢、這个。講笑可能唔出咧，誒氫係一，即係爭一粒電子啦。咁個氧咧係826，爭兩粒電子啦。OK， 咁畫嗰陣時咧，我哋明知佢係兩個氫兩個氧啊，咁所以有啲複雜噶。氧、氧、氫、氫，好嚟啦。咁最外一層六粒電子，畫咗呢個先啦。佢共用兩粒啊嘛，要爭兩粒咪共用兩粒啊！一、二，仲有層六粒嘅喎，仲有四粒未畫喎，三、四、五、六，隔離呢個樣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咁我輕爭一粒，用圓圈表示啦，共用一粒，搞掂 ，OK， 咁結構式，結構式就呢個啦。每有兩粒電子共用咧，就一隻手一個單件啦。OK， 咁雙水有咩咁巴閉咧？嚇、啊，咁雙水咧通常做兩個用途嘅。第一用途咧可以用嚟漂白嘅，跟住咧另外可以消毒嘅。但係今日我同你玩咧都唔係漂白同消毒，係玩類似爆炸。嗱，雙水咧。H2O2， 咁佢咧會容易分解嘅，分解咧變翻水同埋氧氣。OK， 咁個反應咧係好快、好劇烈嘅。OK， 我哋平衡數數目啦，呢個叫一，咁呢個係咪剩翻一個 O 啊？數下，係咪剩係一個 O？ 剩啊一個 O 咪即係二分一 O2 咯，可以嘛？咁但係我哋唔好寫份數啊嘛，記唔記得啊？講過咁點算啊？成條式乘大兩倍咯，兩個雙水出兩個水，加一個氧氣咯 ，OK 嘛？咁成個反應咧，我哋出咗嚟氣體係氧氣，氧氣有星火木條會重燃啦，或者有餘燼木條、餘燼木條重燃，可以嘛 ？OK， 咁個實驗咧可以。咁做嘅，嚇、啊，呢個係催化劑嚟嘅。我一黑色嘅，我加落雙氧水，你睇個實驗，睇個實驗有人播嗰啲啦。咁係咁出氧氣，我擺條有餘準木條內會重現啦。或者咧，我咧就嗱、啊，我用嗰個雙氧水咧係十分之濃噶，你藥房買都冇咁濃噶，農藥房嗰啲成四五十倍噶。OK， 咁我一加啲催化劑落去咧，佢啤咁啊，係咁飆煙啦，出氧氣。咁我為咗得意啲、可愛啲咧，咁我喺側邊呢度個樽側邊樽形瓶咧，我加啲顏色落去，咁佢啤出嚟嗰陣時，我再加啲洗潔精落去，簡易洗潔精、墨水或者顏料，咁佢啤出嚟咪好多彩色彩色嚇，咁啊好得意咯，咁但係幾危險㗎，嗱上堂我會做俾你睇嘅，好，再見啦。